今天的世界万象即时通来聚焦日本九州的大分县盛产温泉，是日本的旅游胜地之一。而当地温泉微生物的研究团队最新研究发现，泡温泉不但能消除疲劳，从温泉提炼出的微生物 RG92 还具备了消炎功能。团队现在已经在日本申请专利。白色的温泉蒸汽袅袅升起，一来到日本大分县别府市，就能闻到浓浓的温泉硫磺味。因为这里拥有全日本第一的涌泉量，家家户户平日就使用温泉水，形成一年四季的冒烟奇景。不过泡温泉不只能放松身心，当地研究团队有新的研究成果。ちょっと色が薄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そこから次第にこう日をまたいでいくに従って、だんだん色が濃くなっていく、増え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仕組み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温泉微生物研究人员口中的 RG92 是从温泉藻类提炼出的微生物，耐温高达90度左右。团队宣称，这种微生物群具备了消炎、抗酸、抗碳化作用，能帮助人体新陈代谢。捻挫とか打撲とかで炎症を起こしていると、こういうふうに塗布するだけで浸透させて炎症が抑えられる。这温泉微生物的提炼技术获得日本专利，团队也开始运用在日常生活，但相关研发产品也得看当地居民买不买单。记者孙胜峰，日本报道。